亚马逊北美站点，家居雕塑品热门排行，前十产品都有哪些？我们用选品工具给大家罗列出来。十，埃及公牛半身像，单价为$102.99，三十天共售出156件。九，狮子树枝石15英寸雕像，单价为$49.97，三十天共售出178件。八，圣诞杯奇幻艺术5.75英寸雕像，单价为$69.97。三十天共售出205件。七，白色狼装饰7.75英寸雕像，单价为$49.97。三十天共售出216件。顺便分享一本亚马逊跨境电商运营实战好书，在我的橱窗可以找到，包含了 Amazon 开店、产品上架、类目优化、运费设置等等干货内容。六，地藏菩萨日本佛像，单价为$17.65。三十天共售出225件。五，托斯卡诺大象面具强势雕塑，单价为$83.95，三十天共售出243件。四，圣母玛利亚树枝雕像，单价为$335，三十天共售出256件。三，海贼王路飞雕塑，单价为$35.95，三十天共售出358件。二，愤怒的小侏儒雕像，单价为$23.99，三十天共售出361件。一，圣约瑟夫家居雕像套件，单价为$32.56，三十天共售出372件。关注由派出海，领取亚马逊选品工具，让你跨境不迷路。